获得了飞行系百年魂环，快去为我进行魂环吸收吧。小舞，跳舞的舞。小舞的第一魂技爆杀巴顿摔，以及秉公系魂师第一魂技的特点是单体超高爆发，以及对单个敌人造成巨额伤害。你的故事国家圈养的森林里，虽然大多数魂兽都是十年百年的，但也不能排除存在千年魂兽的危险。从现在开始，小三，你要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。是，老师。老师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朝我们靠近。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适合你的魂兽。你跟在我后面，注意安全。狼也敢来打我们的主意。再找不到适合你的魂兽，我们今日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找呢。嗯，我们再往森林深处走走吧。只是越到里面危险越大，但愿不要遇到什么凶狠的魂兽。等等，小三，快到我身边来，这里不对劲。还有多少？至少有四百人。小三，快跑！不能再隐藏实力了。使用唐三的缠绕，可以困住实力强大的敌人。使用小舞的爆杀八段摔，可以对被束缚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。
小三，你怎么样？你刚才怎么突然松手了？曼陀罗蛇是独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老师，我刚才很害怕，手不知道怎么回事滑了一下。但是老师，我刚才胡乱挥你给我的短剑，好像刺中那条蛇了。这是曼陀罗蛇的魂环。太好了，小三，你的魂环有着落了。老师，您是说这条蛇吗？可我的武魂是植物啊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植物武魂也能吸收动物魂兽的魂环。这条蛇具备坚韧和毒性两种特点，正好适合你。